带恁行转来，一直想要挽回瑞丰，也毋过却因为我，把你的美梦拢破坏啊！所以，你就把我当作眼中钉，一心想要把我除掉。你在趁我跋落海的时阵，想要借刀杀人，自杀搞害死对无？不是你讲安尼，放手，放手！结果我平安无代志转来，你阁唔死心，就一直在瑞丰的面头前自导自演，一直抹黑我、重伤我，搁我对你甲恁囝动手，你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甲瑞丰的感情，逼甲离婚对无？你讲啊，什么嘞？你顶天把我耍，一直来叫我我甲自身，因为你家己无囡仔，所以你怨到我对无？你邪恶白乱讲啥？我看你的头发真正就无清楚的，不管你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，我讲的是实话。你爸爸就是来叫白的怎么人收走，你想来跟爸爸叫白的怎么人收走，你用家己想的感觉，想到你不用将心比心，看在子生你顶天我想看卖，假设我你偷咬我，啊子生呢，你敢必须怀变做一个无爸爸的囡仔先？你别讲遐尼多啦，我是同情子生，也不过我袂同情你。真有家你这款命运，你连当初该生来时就都应该收着啊！你别只把刚才对我讲来，不行！我不是给找太阳，我是你，给找爱情我跟自身的瑞丰，不是你，我不让你见到我，那是无对的。你就惊吓，你就咩个病啊？有什么代志？等一下我讲啊。我是三万元的皮。我病伊，当讲，在瑞丰的心目中，我才是破坏伊家庭的迄个人。事情不像前面所看到的安尼，请你给我瑞丰一点仔时间，等明确状况较稳定了落来，再去讲好不？看起来，我真正都失去瑞丰。瑞丰伊这么爱你，伊绝对袂放弃两个人感情。
是不是？奇怪，你也是明明知影你才是进行治疗，哪会刺激你啦？好搞这样广告位，啊，若无出什么代志，自身是要安怎？曼姐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啊，那这你要拄好对着郑英英呐？我本来要出来找瑞鹏的，不过我接到郑英的电话，讲有代志要问我，伊就甲我约伫个当初伊跋落海的所在。瑞鹏嘛知影，当初我确实有看到郑英甲因厝内底人咧冤家，也毋过今日郑英所以伫讲是我害伊。你想到明日不落我，真正就艰苦的。伊在一直讲这件代志啦，伊误会你啊啦。当初明明是你陪我做伙查，还一直凶手啊。不要紧啦，我找时间哦，你也解释清楚。小兄弟，别浪费时间啦。我去找建英跟因妈妈，一定是看我爹在因大家出现，所以无欢喜。也是安尼。我是带子孙等去我大个所在大好啊，安尼至少因就较袂乌白想啊。哎呀，袂用的啦，哪里上照顾你？你住阮家，至少半个人半阿姨，应该到三家照顾子孙啊。阿姐，你要靠牢姐好不好？但是妈妈本来就爱给他一寡责任嘛，你免替我烦恼。那不过，若是要带子孙等去。我住遐，即马阁真乱，可能阁需要整理一下。曼姐，你病检查一下吧。哎呀，我有病。无安尼啦，曼姐，我等去较小心参详。即几工吼，我先跑去你遐，甲你做伙住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去外边代志无闲煞，我着等看行李过去你遐。无安尼，瑞丰嘛该放心啊，放心。是啊。多谢你，我哩陪伴全了，我来看看行吗？好了，就这样。